杰啊，啊一直都很想看的杰啊，他对面有机器人布里茨的话要注意说，哎，我们前期探野会不要杀，对面选都是哎，攻300打高端局这边会插一个野中路，大家都不太敢走出去啊，他这边是因为基本上打野都是红开啊，红开完就会绕河道过来，他们还乱了是不是？ 不要闪现！就推兵线，推兵线，推推推。九桶虽然他今天下修了，但他体质还是很好。打他一套啊！推兵下修，这里45秒会吃那个果实。十。是啊。 Only the worthy will survive. 他的手还是很长啊。 Tradition is the corpse of wisdom. 这都丢得到。啊，李信，别在这。 Top turret is under attack. Secrets kept are weapons wasted. Oh, 他好凶哦！那杰这只英雄是主第一招啊，风魔首领剑。风魔首领剑，我在某一个<咳>动漫里面看过。清兵的啊，这种还蛮麻烦的。 没事，我们就其实就用影子 poke poke， 虽然进的时间有点久。OK， 兵都围到了，再慢慢等下一波。这游戏精髓我觉得就是对线，哎呦，这四河蟹。喂，伪兵。OK。高上。 Retreat from the enemy champion. Yeah. Okay, 一个击杀。这游戏如果被单杀两三次以上，哦，我这个队友开始很崩溃啊！跟你讲，建议换什么英雄啊？ 盖伦还不错啊，就在新手来说的话，真的玩盖伦吧。然后中路的话，酒桶吧，酒女也不赖，我觉得。看到我就跑了。就是这些英雄吧，可以再试试看。 前面的蓝快出了，有种又靠上了。我来杀这个吧，杀这个 ADC。队友插眼。他应该是比较难杀的。他有点皮哎、欸。哦，影子转死他了。队友插眼吧。 他们上路三只，这里就是辅助啊，我们可以试试看吃这个，开这个塔，然后他被辅助靠中了。等他要回来，应该被我已经被我摸掉一两层了。哎，没有哎，这样，空投换只。我觉得我会死。哦，刚才火箭飞过来，特斯拉吗？ 我觉得姐还不错哎，还没到坦克时代吧？现在这个游戏的，我觉得现在机动甲骨坦装没有到很威猛，你知道吗？Do not fear the shrouded path. 赶快出来，带龙吧。 On my way. Punish restraint. The dragon has spawned. Tradition is the corpse of wisdom. Rampage.
那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肌肉甲骨底子这个的话，就是我觉得有打到金牌就很棒了。现阶段打到金牌，我觉得就很猛。反正继续分推吧。哎，别叫我天才哥，你好啊。No technique is forbidden. Punish. 叫我天才就好了。这个果汁。摸个塔，他就是这么痛。哎呀，这么回去啊 ？QQ， 就这个吧。水星之约。他们刚刚在我身上教了很多招，其实在某个方面来说我们很赚，因为他这个激斗峡谷他大招基本上都还蛮久的，还有他的技能，像你看这个闪现就要150秒，那他死掉还可以看人家的位置啊，还不赖，这一点还不赖。哦，我们这个衣服里还真凶啊，变可得很好。欢迎银一快了，是不是 OK 的啦。啦啦 ！Godlike， 弗兰吗？这个李信我们可以稍微膨胀一下啊。哦，当那个姐哦，简直是特写一下啊，那个姐啊，她用大招扎在敌人身上的时候，对面敌人身上如果有一个黑头上有一个黑黑的印记的话哦，我他一跳好痛哦，那代表那个人会被我的印记杀死。小知识，小知识，科普一下，科普一下。我有青眼，我有青眼。No technique is forbidden。可吃可吃。啊，那这个游戏的巴龙有毒，然后巴龙极强。还可以皮一下。Tradition is the corpse of wisdom。现在好了嘞，这里有机器人。算了，还是回家吧。我去分推啊！我去分推。我去分推，别开战。对啊，我们伊芙琳超凶的，看到了就先阿鲁巴他一套，抑制妹妹。Tradition is the corpse of wisdom。哦，他被抓去做基金了。Only the worthy will survive。在线在线，Secrets kept are weapons wasted。就是一套，就是这么无情。刚刚那个技能接法是先放 W 啊，然后大嘴进去接对面一套。推塔游戏啊，先摸塔，先摸塔。Fool's master。Enemy turret destroyed。嗯嗯。应该是结束了啊，那就这样结束了一把，这队友都还蛮强的，是吧？结束了，结束了 ，nice， 差不多是这样啊，结。那大家都在敲碗啊，结。那我就玩个一把啊，刚好能玩个一把，还不赖，十颗星了，十颗星了，这把 MVP 是伊芙琳啊，真猛。或者就是对面酒桶的那意思，我们输出打最高18000。